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 Name。小时候，我问了我爸一个问题：到底什么是彩虹？你看颜色这么的漂亮，然后又像一条桥。过了那条桥之后，会不会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？那个地方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处。那我爸下了班，非常的忙碌养家，但是还是很用心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喝了一口水，很大口水，然后到那个阳光之下，变成那个人体喷泉。为了让我了解彩虹的原理是什么，虽然失败了，所有的街坊邻居都在看着他，天啊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但是对我来讲，就是 OK， 我懂你的用心。我觉得天下的父亲都是这样子的。虽然说老爸你现在没有，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，也没有看到我所有的音乐作品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在眷顾着我，回答着我，父亲节快乐。